铁头哥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啊！这次你一定逃不掉，那就看你的本事了。他不是我要找的铁头哥哥了，不是他。差点露馅，现在还不能让橘子知道我是两年后的他，不能让他知道因为铁头哥哥出过车祸还整容的事情。副总裁辛苦了，你的心上人来了。果然你还是来了，你就承认喜欢我的事实吧。不，你会的。我去买水。看他那副嚣张的嘴脸，真是可恶。我们看看姐哪里差了。哼，眼神似曾相识，像极了铁头哥哥。啊！不，你不可以玩我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，绝对不能心动。他不是真正的铁头哥哥。啊！头好痛。难道水有问题？橘子，我来接接你们了。是谁？橘子，危险！铁头哥哥，橘子，是谁在我的身体里？